这些跨领域的技术呢，能够让我们将来的同学在整个农业的产业上面呢，能够具有呢很好的一个就业的竞争力。我们的训练对学生是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产业界所需要的。培养学生具有科技的能力，有包括人工智慧、大数据跟机器人，使他们呢更有先进前瞻的资能来贡献服务社会。研发能量加诸于训练我们在地的青年农民及学校的学生，我相信这个新的耕作的方法会带给台湾水稻产业一个新的未来。透过生态旅游与林下经济聚焦双策略，将在地文化元素巧妙融入，牵引旅人和在地的连结。全台湾唯一所的动物疫苗科技研究所，训练我们的学生呢有实作的经验，利用一些新的生物科技来发展疫苗，对应新兴的一些疾病。食品科学是一门相当实用的学问，把我们现在台湾所生产的农产品以及任何水果蔬菜都可以创造一个附加价值，将理论的知识在现场实际的操作。目前森林资源的调查技术正朝向智慧化的方向发展，招募健康的犬猫为主，希望他们可以捐出他们宝贵的血液，结合着兽医的输血医学的知识来服务台湾的民众以及他们宝贝的宠物们。体育专业来教导学生他们的知识以及体能。 NPUSD is more than a campus, it's an incubation center where we cultivate great minds for the future. 在训练后踏入产业，未来可以成为高端的工程师。农业、艺术跟生活的三方面结合，我们希望能够成立台湾智勤的克里蒙纳。各式各样的影像工具可以提供我们快速准确的诊断动物的疾病。应用结合高阶影像，我们开发了 3D 列印技术，用来制作动物的义肢，提高医疗的品质。NPUSD welcome all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our school. We train the best agriculture technology, especially on tropical agriculture in the world.发展跟经济，成为未来科技农业的精兵，做出更大的贡献。共同的来解决台湾农业面临的困境。You come to NPUSD and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建立的理想。